那边有个空位，可不可以往里面挪一下？，这不是喜欢吗？ 是贝微微吧？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校花第二名吗？对啊。哎，肖奈怎么坐在贝微微旁边啊？这是巧合吗？哎，你就别抱幻想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俩肯定在一起了。哎，就刚才啊，我还看见肖奈用自行车载他来呢。我们的肖奈男神就这样被微微搞定了。 梦毅然今天也来了，你说他是不是来看肖奈的？嗯，多半是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啊，既然贝微微搞定了肖奈，那简直比当校花还风光呀！哎，你这不废话吗？都怪你，拉我看什么篮球赛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我们先走吧。不行，现在走的话。 大家怎么说我？比分被追平了。不用担心，等他们不再看观众席的时候，比分会重新拉开。 我忘了介绍，他们是我的室友，二喜、小玲和思思。嗨，你们好。人果然还是要比出来的，对比之下，我面对大神的表现还不错嘛。 你先挂一个，你先挂一个。哎，要求。愚公和猴子他们就在下面，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是十号和十一号吗？嗯。那莫扎他呢？他没过来。他们知不知道我是芦苇微微啊？不。 我去。哎，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回去啊。刚刚那些吃的是肖奈买的。嗯，谁管那些吃的呀？这个世界太玄幻了。儿媳，思思。 我家微微明明和肖奈很配嘛，是谁说不配的？学校轮胎里的人太没眼光了。就是。哦。漂亮，漂亮。啊，老三。哎，终于，万年光棍从良了啊！师兄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微微。嗯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我的意思是说。 我是芦苇微微，耶！啊，老三，什么情况？你说呢？我去，缘分。肖奈，你行啊，这就把我们戏花给搞定了。说说谁追的谁？这还用说吗？你看我们肖奈大神啊，球都还没打完呢，就跑观众席上去了，一点传说中大神的风度也没有。 我看啊，就是肖奈追的微微，猜来猜去都费事。小师妹，快说说，到底是谁追的谁？我们想听你第一手资料。这我知道啊，他们俩早就暗度仓库。暗度仓库，咳嗽什么呀？怕我拆穿你啊？是暗度陈仓。
还有，这个词不要乱用。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现在重要的是，你们情场得意，我们球场赢了，是不是得请客？哎，吃饭，山体靠谱，请客，请客啊！我们打完球，正饿着呢。那咱今天晚上就宵夜走起啊！走起，老三请客。三嫂也得去哦。你别叫他了，我跟你们去，他又不去了。 那可不行，今天你只能算半个主角，主要啊还是我们戏花。对对对，你不用陪我们吃顿饭怎么了？那我没意见了，你们问他。一起去啊？对，吃饭吃饭。师兄们，我得走了，我室友们还在等我呢。师兄们再见。你一般几点自习？7:30。知道了，明天在楼下等你。 王贵，记得帮我占位。好，走吧。 来，都换衣服去。好，来了，走了。我们先换衣服去了啊。拜拜。哎，这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 什么人啊？老三女朋友啊？你来晚了，先走吧。我刚接到小九就赶过来了。老三，你把人叫过来啊，我要看真人啊。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走吧，今天愚公请吃饭。为什么是我呀？我又没钱，我没有女朋友。刚刚请薇薇吃饭，钱花光了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。 老三染上秀恩爱的恶习了，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哎，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 你和肖奈才恋爱那么久，居然不告诉我们？哎呀，冤枉！这事儿我也才知道啊。嗯，你当我没事笨蛋呀？这你们俩今天的样子，没有半年以上的奸情，谁信呀？半年，半个小时还差不多。哎呀，我要求十分钟无干扰，自由陈述时间。速速如实招来，你们发展到什么阶段了？Case 第一回case是什么时候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几个月前的某一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月亮星稀，我打开游戏之后，去了一下洗手间。什么重点？哎呀，重点就是我去了洗手间之后啊，没耐心。 我出了洗手间之后，发现被一群玩家包围了，还叫我让我去抢亲，然后就约着见面了，然后就发现一笑奈何就是肖奈。所以你们才见面了2个小时？嗯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不是故意不汇报。所以说你刚跟肖奈见面就被人家搞定了？ 好像是吧？嗯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一定努力拖到明天前。你死心吧，不会有下一次的。我就说他的恋爱吧，这个对象居然是肖奈大神，好玄幻呀！哎，微微，你家大神知道你怎么花痴他吗？嗯。<笑> 这你们放心，游戏里面我也花痴他，他不会再现实生活中就不习惯他。你真是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微微，你上次说的游戏视频还没给我们看呢。啊，我回去就给你们看。我们这次见面就是为了游戏视频啊。 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。
双大神叠加的威力实在太大了！哎，这果然人一谈了恋爱，智商就直线下降啊！萧大神简直太厉害了，连这个人的速度都像闪电战。